来东京一定要来元素或是涩谷逛街。今天第一家店要带大家来到位在元素跟涩谷中间的 City Shop。这间店一楼主要是贩售沙拉跟轻食，店家每天都会采购当日新鲜的蔬果。除了沙拉外，每天也会变换熟食的菜色，烹调方式也是走健康路线，而且他们的餐点颜色很缤纷，很适合拍 IG 美食照哦。如果吃饱饭，别忘了来二楼的选物店逛逛。这边除了有国际精品品牌，也有很多独家联名或是小众设计师的品牌。除此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些只有这里才有贩售的独家商品，像是 TOGA 的复刻版饰品，听说就连他们店员都会特地跑来这边买。在东京巷弄摆就会藏着很多这种很有个性的咖啡馆，外观水泥建筑带点工业风格，加上绿色墙面与落地窗带来的自然光，随便拍都很有 feel。 除了咖啡豆是他们家自己烘焙的，网络上很多人推荐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家的手工冰淇淋，可是这间店最特别的是在他们的二楼还提供了预约美甲的服务，而且咖啡店里面还藏了一个美发沙龙，很适合跟姐妹约在这里做个漂亮的头发跟指甲，再美美的喝杯咖啡，吃个冰淇淋哦。内行人才知道的时髦古董店 Deco Fact， 一走进店内，马上就被时髦氛围吸引。黑白色调，宽敞设计，逛起来很舒服，也吸引非常多的外国时髦人士跟欧美名人朝圣。因为店内常常出现经典款，尽管是古董，他们的商品状况仍保持得十分优良。有预算限制的女孩可以在他们的饰品区挖宝，像是小小的双 C logo 耳环、手链等等，都十分复古气质。重点是这家店能退税哦。来到日本，体验居酒屋已不稀奇，欧日复合式的餐酒馆更有 local 感。哈奇结合日本、西班牙、意大利创意料理，老板更亲自推荐我们店内名菜，包括意式番茄炖肉丸、焗烤芦笋和欧姆蛋。这里的二楼很适合朋友聚会，许多东京女孩中午夜晚都会来这小酌一番。一楼则有户外和吧台区，适合情侣约会，也有不少的上班族下班后都会来这边喝一杯。狭小的楼梯配上昏黄的灯光，位在银座的 M People 刻意将废墟元素融入店里的装潢，给人一种密室探险的刺激感。走进去之后，挑高的空间结合灯泡设计，让人感觉到很放松。这里在晚上7:30以及8:30两个时段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投影秀，如果遇到有人生日，店家还可以特别帮你准备 special。晚上想跟姐妹们喝个小酒聊聊天，或是跟暧昧的对象来场浪漫的约会，这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哦。